尊敬的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小荣阁下，尊敬的塔纳拉里夫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祖拉莎女士和唐修英女士，尊敬的小鸟窝董事长萨乌比女士，尊敬的小鸟窝校长安吉亚齐拉夫纳里夫阿哈蒙先生，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现在有请小鸟窝校长安吉亚齐拉夫纳里夫阿哈蒙先生致欢迎词。尊敬的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小荣阁下，尊敬的塔纳拉里夫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祖拉莎女士、唐小英女士，尊敬的小鸟窝学校董事长，尊敬的孔子学院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家长、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小鸟窝学校。阿里杜格苏啊，伊东尼伊高勒勒贝蒂尼，杜布拉西杜布范。首先，我要感谢你们来到小鸟窝学校矿子课堂成立2019年的庆典。新番出纳纳六。其次，我想特别对大使表示感谢，谢谢你，你能在百忙之中出席这个庆典，并与全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与其中。这一年来，在大使的带领之下，小鸟窝学校的汉语教学有了很大的进步。目前90%的在学校都在学习中文。我想强调一点，学生们都非常喜欢学习中文，并且有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 HSK 和 YCT 考试，通过考试的学生也在逐年增长。距离来说，去年参加考试的人数为200人，今年参加认输增至470人。大发卡扎，有你 fit 布鲁写法扎对上。伊索拉纳也多了研究。女士们、先生们，我不会发表长篇大论，因为有很多人要继续发言。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谢谢大家。应该要大力推广汉语，学习汉语的人数每年都达到上千人。经过塔纳孔院的推荐，小鸟窝学校的申请，2016年8月23号，中国国家汉办正式批准成立小鸟窝学校为塔纳纳里夫大学孔子学院的下设孔子课堂，在2017年4月7号进行了正式揭牌仪式，也是马达加斯加第一所孔子课堂。从揭牌到现在已经1年了，在这一年中，我们共开设了37个汉语班，其中包括11个小学班、14个初中班、11个高中班和1个成人班，成人培训班，学员总共达到了1308人，
今年还将继续增加200多人。在教师队伍的配置上，孔子课堂目前有4名中国老师和4名本土教师。在教学设施上，孔子课堂有专门的多媒体教室3间，办公室1间，文化体验中心1间。小鸟窝学校董事长也为我们中国老师提供了3间宿舍。塔纳纳里夫孔子学院和中国大使馆也为我们孔子课堂提供了书籍和教材。在 HSK 和 YCT 中考试中，共有634人参与，平均通过率达到66%。这对于平均每周只有1.5课时的学生来说，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在文化推广方面，学生们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比如说春节联欢会、中学生汉语桥比赛、孔院日活动、中秋节活动、抄写诗歌比赛、绘画比赛和中国美食文化等，累计参与人数达到了4500多人。在获奖方面，孔子课堂的学生获得了第10届中学生汉语桥塔纳纳里夫赛区1等奖，并代表去塔马塔夫参加比赛。董事长萨乌宾女士也获得了2017年赴中国大使馆颁发的传播中国文化杰出贡献奖，还有5个学生获得了中国大使奖学金。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们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但是我们相信，在中国大使馆的大力支持下，塔纳孔院的指导下，小鸟窝学校孔子课堂的将来会越来越好。接下来，有请小鸟窝董事长萨乌宾女士讲话。尊敬的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杨向荣阁下，尊敬的塔纳纳里夫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朱拉桑女士、唐湘怡女士，尊敬的小鸟窝学校董事长拉玛法利苏萨乌比芒丢伦女士，尊敬的小鸟窝学校长兰吉亚基拉夫纳里乌阿尔蒙先生，尊敬的小鸟窝孔子课堂负责人伊菲老师、玛丽娜老师，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晚上午好。很高兴今天能与你们一起庆祝小鸟窝孔子课堂成立1周年。这一年来，我发现学生的汉语水平明显提高，而且对学习汉语的兴趣更加浓厚。学习汉语打惯了学生对其他国家认知的高度，搭上知识可以共育，通过学习大国家文化的进化，可以更好的使我们国家发展壮大。尊敬的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感谢您对小鸟窝学校的大力支持，为小鸟窝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希望我们能够继续深化合作，不断的推广汉语，让更多的人加入学习汉语的队伍。将来我也将尽最大的努力达到这个目标。接下来，我也想给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翻译家。这位先生以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现在他是我们的太极老师。
去年获得公职学院的奖学金 或在中国留学了一个学期，并在那边专门研究中国武术。另外我旁边的这些学生也都是小鸟窝的学校的学生，他们今年获得去中国留学的奖学金，他们将去中国继续学习。亲爱的同学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更加努力地学习汉语，增进你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像你们这些世界和事根们好好学习，以后可以有更多的人拿到奖学金去中国继续深造。谢谢大家。尊敬的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杨小龙大使，尊敬的小鸟窝教育集团董事长萨乌比女士，尊敬的小鸟窝学校校长阿曼先生，小鸟窝孔子课堂负责人，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上午好。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塔拉纳里佛大学孔子学院小鸟窝下设孔子课堂成立一周年。一周岁的幼儿刚刚牙牙学语，小鸟窝则已经培养出了李寒之、王双清、刘新东、马明、徐佳等诸多优秀的人才，孔子课堂初见成效，为此我们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们要对小鸟窝孔子课堂的负责人和老师们表示感谢，是你们辛勤的劳动和工作为小鸟窝孔子课堂沾了光，也为孔子学院增添了风采。任何荣耀都是通过努力而获得，我们对此表示祝贺。我们与小鸟窝的董事长和校长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过交流，我们认为小鸟窝有一个非凡的领导团队，有远识，有执行力，且有坚定的教育信念。我们相信通过我们密切的合作，小鸟窝一定会取得更辉煌的成绩。那我们共同祝愿明天更美好，生日快乐。米萨切杜布古，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中国驻马达加斯加杨小荣阁下大使讲话。Son Excellence, Madame la Directrice Fondatrice.De l'école Bedini, Son Excellence Monsieur le Directeur Général de Bedini, Son Excellence les Directrices de l'Institut de Confucius de l'Université d'Antananarivo, chers enseignants, chers élèves, Manaona Dongo, Ni Hao.Je suis très contente de participer à cette cérémonie. Bon anniversaire, joyeux anniversaire pour la classe de Confucius de Bedini. Quand je suis arrivée, je vois beaucoup d'élèves qui parlent Ni Hao. Je suis très contente. Je suis fière de vous.
en Chine, il y a une phrase très célèbre, c'est-à-dire « Il n'y a que le premier pas qui coûte ». Vous avez très bien fait le premier pas. Je suis très contente. Donc, je tiens à remercier Madame la directrice, fondatrice. Je tiens à exprimer mes remerciements au directeur général. Je tiens à remercier aux enseignants chinois qui travaillent bien. Et je veux exprimer mes félicitations pour les élèves qui parlent le chinois. En Chine, on dit que les élèves, les jeunes, sont le soleil de 8 heures, c'est-à-dire les jeunes sont le soleil levant. Vous êtes l'avenir de votre famille, vous êtes l'avenir de votre pays et vous êtes aussi l'avenir des relations sino-malgaches. J'espère que vous faites bien vos études ici au Petit Nid et demain, quand vous sortirez de l'école, vous serez le messagerie et le pont pour renforcer la coopération d'amitié sino-malgache. Donc, à la fin, je voudrais exprimer encore bon anniversaire pour la classe de Confucius et vive la coopération d'amitié entre la Chine et Madagascar. Misanchi Tongo. Merci大使的讲话，接下来呢，为了鼓励。 同学们学习汉语，大使馆，中国大使馆，特别设置了中国大使奖学金。接下来，我们就来颁发2017年度中国大使奖学金。励志奖学金获得者三个人，二等奖学金一个人。 Ils ont recueilli Madame l'ambassadeur en annonçant le discours de ils ont cousu cette engagée qui est en ultime pour cet encouragement en recueilli c'est nécessaire tant ton alas mais c'est elle qui en a cousu dans une pour cet encouragement. Mais je ne sais pas, Madame l'ambassadeur, ou en école le petit ni, ni rien, ni panda, ni ça, ça ne peut pas être pour la politique. À Katani, Madame PDG, il y a que je tiens à Jean-Luc à sa face.
谢大使的礼物，谢谢谢谢。为了庆祝小鸟窝学校孔子课堂一周年活动，我们举办了抄写诗歌比赛和以印象中国为主题的绘画比赛。在抄写诗歌比赛中，近1000人参与，最终评选出2个1等奖、8个2等奖和10个3等奖。在绘画比赛中，我们收集到小学生的作品有130幅，最终也评选出2个1等奖、8个2等奖、10个3等奖。
是最小国，我是全管家。在世界的我，在天地的家，有了强的国，才有辛苦的洋溢，我的每一寸土地。
高粱，出青花，避风龙转胆，凭香描绘的牡丹，玉如内橱窗，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奏笔至此歌一半，釉色渲染是泥土，韵味被私藏，而你嫣然的一笑，如风般大方，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平地书刻里放千朝的飘逸，就当我为遇见你伏笔。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云开的结局，如传世的青花瓷，自顾自美丽，你眼带笑意。
siapa sahaja, ramai tu pasal dia, ramai pun juga dia.